还有这个吉林的秘书长辛杰，后来是到了通化啊当副市长，因为王敏到了辽宁当省委书记，孙政才去了。孙政才一看他以后，就这个漂亮到不行，在办公室就把这个辛杰摁在地上，就是不管外面有多少人了，就摁在地上抓，就要跟他就把他给办了。结果辛杰啊没被办成，据说啊辛杰就哭着找了王敏书记，说你去了吉林了。我在这儿差点被孙政才这个家伙给我强奸了，在办公室，就在办公室就把我擦衣服给擦着给脱了，最后是哭没办法，王敏赶快把他给弄到了通化当副市长。那么后来这个故事啊，孙政才，我还真是问过孙政才，我说孙政才，听说你在办公室强奸人家王敏的女情人，新秘书长啊，因为都叫他新姐，人家叫吉林第一美女，显族啊。啊，我孙政才说的，我喝多了，我他要办我脱我的裤子。我没办成，然后呢？他说他跟我说，王敏见我都哆嗦啊，你还不给我来一下？我这俩人谁说的？不，我估计现在这啊，他被判了六年啊，王敏案被判了六年。辛姐当时，这个辛姐好像跟海东雄也见过、啊。东弟，你说实话，你们到底你们现在这一整，结果是爆料革命、新中国联邦和曾维、杜明辉、董文彪、栗战书、郭泽林、海航、陈峰、王健。还有戴永革，因为咱都有共同关系嘛，因为郝海东同志给连起来了。